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二零二三年六月一日。在的 China Brief，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实时通讯、独家洞察。日本经济增长缺失的支柱，三个支柱显然可以大大加快创新的速度。但是，正如前文所述。 创新速度加快，对社会和经济的破坏性也增大了。不断有旧的企业和就业被破坏，一正一负，还真不好说。创新快一点好，还是慢一点好？此时就需要另一大支柱，将创新的破坏性引发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完全兜住，让创新全速驱动经济增长。这一支柱是具有灵活性和安全性的劳动力市场。所谓灵活性，是指因为创造性破坏，每时每刻都有企业被破坏、效益变差乃至破产倒闭。 企业需要相对容易的解雇员工，控制成本；同时，每时每刻都有新企业以及创新成功的企业需要招新员工，灵活性保证这些企业可以很容易招到人。所谓安全性，是指创造性破坏难免导致失业，政府对失去工作的人才在一定时间内提供一份体面的失业保险金，必要的时候政府提供一些技能培训，让失业人员可以尽快适应新的行业和工作。政府也可以帮助失业的人提供就业信息，介绍工作。 使其尽快到新的岗位。不幸的是，这些支柱在日本迟迟还没有建立起来，因而通过创新驱动日本经济增长回到正轨，遥遥无期也就难免了。日本目前的经济和金融体系，本质上还是为了支持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和1940年代初太平洋战争而建立起的积蓄战争力量的体系。 政府鼓励国民储蓄，支持战争。政府通过对数量有限的银行控制和干预，将信贷资金投入到经过挑选的大型垄断性企业，生产各类战争需要的物资，如重型武器和船舶。这些大型企业对员工实行的是终生雇佣制。日本战败后，支持战争的经济和金融体系没有改变，用以支持前文提到的验证模式的日本式经济增长。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大银行将资金以较低的利率贷给为数不多的大企业。 支持其进行技术模仿、引进、出口，这些企业也为员工提供终身就业保障。必须承认的是，在验证模式的经济增长时期，这样集中力量促进增长的方式显然非常有效。日本经济增长方式为什么迟迟没能转变为创新驱动之二？本文作者辛吉斯，中国简报特约经济学家。北京呼吁 ARM 加强与中国企业的芯片合作。金融时报。 中国官员已敦促总部位于剑桥的芯片设计公司 ARM 加强与中国机构、大学和企业的合作，以实现半导体自给自足为首要目标。该声明表明了政府对与这家英国公司合作的重视。该声明是在 ARM 首席执行官 Rena House 访问北京，已与当地客户建立更牢固的联系两周后发布的。尽管 ARM 已将其在一家中国合资企业的股份转让给软银进行了登记，但中国当局拒绝在当前的商业记录中处理该交易。 新加坡与中国同意设立高层防务热线。彭博社，新加坡已同意与中国建立一条安全的国防电话线，以实现高层沟通，以在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之际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在新加坡会见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时，为开通热线扫清了道路。宣布这一消息之前，将在新加坡举行一次重要的国防会议，届时将有数百名代表出席。 其中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 （Lloyd Austin）。中国拒绝了美国要求其国防部长举行会晤的请求。中国河南计划清零结束青年失业。路透社：中国河南省宣布了一项为期一百天的计划，以解决创纪录的青年失业问题。今年将有数百万学生毕业。该计划将于五月至八月在高校开展，包括促进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就业，以及第二学位和基层或农村就业项目。 目标是确保长期失业零动态出清和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在全国范围内，四月份青年失业率创下百分之二十点四的历史新高，这是受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竞争工作的推动。美国国防部长称，中国拒绝在访问东京会谈期间会面是不幸的。多伦多新报，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东京举行的亚洲安全峰会期间与日本防卫大臣冰田康一进行了交谈。 讨论地区间的沟通，并推动采用开放的沟通渠道。奥斯汀呼吁有机会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希望各国政府的国防部门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避免意外相遇。近几个月来，在华盛顿的压力下，日韩关系迅速改善，两国正在讨论实时共享朝鲜导弹发射数据，两国正在就加强对日本的延伸威慑进行谈判。台湾的供应链中心和英伟达的摇滚明星首席执行官。金融时报。 苹果公司的主要组装商人保电子的一位高管表示，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比其半导体生产更为重要。他们声称他低估了台湾的关键作用，特别是考虑到台湾海峡潜在冲突可能带来的限制。日经新闻与英国金融时报合作探讨了美国和中国与台湾的紧张关系如何加深其至关重要性，这取决于三者之间的关键相互依存关系。 技术供应链的复杂性，通过数月的实地报告和采访、双边贸易和供应商详细信息的分析数据得以体现。如果对台湾进行军事干预，供应链的依赖性，无论是对设备组装和测试，还是合同 ODM 制造商，都有系统性崩溃的风险。在 Computex 台北科技博览会上，NVIDIA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就生成式 AI 发表演讲。黄仁勋表示，中国将培育自己的 GPU 公司。 以应对美国对半导体技术出口的现有限制，因为 NVIDIA 努力保持其超先进图形处理单元的领先地位。尽管无上限关系，中国对俄罗斯能源采取谨慎行动。南华早报根据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进行的一项新分析，自莫斯科于2022年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与俄罗斯的能源关系保持相对稳定。当年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占中国这些产品进口总额的百分之十四，而现在这一数字已上升至百分之十六。 然而，研究人员发现，中国并未促进俄罗斯碳氢化合物行业的任何新投资或交易，而且北京总体上没有破坏西方对该国的制裁。该报告表示，平衡行动反映出中国谨慎行事，同时又不想过于依赖俄罗斯能源，并指出北京的克制可能是因为受到西方二次制裁的威胁。马斯克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路透社，据知情人士透露。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会议没有事先公布，也没有提供讨论的细节。特斯拉没有对此次会面发表评论。这是已知的丁磊与外国 CEO 的首次会面。在参观上海工厂之前，马斯克曾与中国的工商部长会面。台湾，美国网络团队在加州领事馆举行了罕见的会议。彭博社，美国和台湾安全官员举行了一次会议。 期间，台湾表示有兴趣采用美国国防部使用的网络安全标准。华盛顿和台北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西方政府转而通过非政府组织支持这个民主岛屿。在会议期间，台北热衷于讨论其公司如何应用名为 nist 八百杠一百七十一的网络安全标准，该标准保护从美国政府雇佣的机密非联邦数据。据了解，会议还讨论了五 G 通信和近地轨道卫星。中国拟限制私募证券基金，引发争议。 日经亚洲，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AMAC） 发布的指南草案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即监管机构过多干预基金的运作方式，从而阻碍基金经理执行其投资策略的能力。该指南主要针对中国二点九万亿美元的私募基金行业，尤其是那些投资于证券（包括债券和上市股票）的私募基金行业。AMAC 认识到有必要确保基金经理分散其投资组合以降低风险。 但人们对私募基金在改变投资策略和强制性月度报告要求之前获得投资者预先批准的要求产生了担忧。其他担忧包括限制基金投资于单一股票的资产不得超过其资产的百分之十，以及其资产的百分之二十不得投资于非标信贷资产。批评者认为这些指导方针对市场的干预过多，并引发了对资产可能供过于求的质疑，这可能导致收益率下降。王毅提振中德友谊为访柏林铺路。南华早报。 在全球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北京已表示渴望扩大与柏林的伙伴关系，并为李强总理的预期访问德国做准备。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说，中德应共同努力办好第七次中德政府磋商，向欧洲和世界发出积极信号。据中国外交部称，双方还就乌克兰战争交换了意见。欧洲一直批评中国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在会见中国首席外交官之前，德国顾问严斯。 普洛特纳与德国外长举行了会谈，这是李强访问柏林计划的一部分。中国新房价格五月需求疲软导致销售下降。路透社一项私人调查显示，中国五月份新房价格四个月来首次下跌，房屋销售下滑。五月一百个城市的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下降百分之零点零一，上月为百分之零点零二。然而，小城市的需求仍然低迷。 因为随着大流行后经济复苏失去动力，消费者对收入和就业的担忧仍然对大笔支出持谨慎态度。五月份外国人从中国撤出更多资金。路透社五月份外国投资者通过沪港通卖出了价值十七点一亿美元的股票，这标志着自四月份开始的持续回落，原因是国内需求疲弱和企业盈利疲软打压了中国股市。此次抛售标志着他们在一月份二百零九点二亿美元的巨额投资总额出现缓慢逆转。 当时，中国在 Covid 十九限制措施三年后重新开放经济，并引发了一波增长预期。尽管二月、四月和五月出现资金流出，但二零二二年前五个月外资对中国内地股票的净买入额仍为二百五十点五亿美元，而去年净买入额约为六十三点六亿美元。美国国防部长警告，与中国军方发生的事件可能失控。《金融时报》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警告说，如果不恢复军事谈判， 中美之间在海上和空中发生的危险事件可能会失控。尽管五角大楼要求在新加坡的一个论坛上讨论安全问题，但北京拒绝了奥斯汀与中国同行会面的要求。缺乏对话意味着在发生事故时没有有效的危机沟通机制。美国指责中国在国际水域和空域采取不必要的侵略行动。奥斯汀和他的日本外长滨田康一同意在高超音速导弹防御能力、网络安全和加强供应链方面进行合作。 中国中小工厂意外成长，缓解市场忧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财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四月份的四十九点五升至五月份的五十点九，标志着中国中小型工厂意外重返扩张领域，缓解了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停滞的担忧。财新发布的数据与政府数据形成鲜明对比，引发了经济正在改善的希望。然而，瑞穗银行首席亚洲外汇策略师 Ken Chang 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继续放缓。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依然严重，这一消息提振了亚洲市场。香港恒生指数在官方 PMI 数据发布后，从周三下跌百分之二点四中反弹。然而，韩国的 c o s p i 指数下跌了百分之零点四。美国众议院也通过了一项暂停国家债务上限的法案，减轻了人们对美国债务违约风险的担忧。前警察猎狐审判开始，他是受北京的指使吗？悉尼先驱晨报。 纽约市前警长迈克尔·麦克马洪正在布鲁克林接受审判，他被控充当非法中国特工。联邦检察官称，麦克马洪向一名新泽西州居民施压，要求其返回中国，以面对贿赂和挪用公款的指控。官员们正在打击他们所说的中国等对手对持不同证件者和逃犯的跨国镇压。受审的个人均不不认罪。美国和台湾在中国紧张局势下签署贸易协议。英国广播公司。 预计美国和台湾将于周四签署一项新的贸易协定，作为改善经济关系的努力的一部分。该协议将作为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的一部分，在华盛顿签署。北京批评该倡议是美国干涉台湾的一部分。中国认为台湾是一个分裂的省份。这笔交易恰逢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年度防务峰会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和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都将出席。金砖国家抓住机会，通过扩张和共同货币对抗美国。 彭博社，本周在开普敦举行的外长会议上，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组成的金砖国家集团正在寻求扩大规模，包括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埃及和阿联酋等国。紧随其后的是八月二十二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元首峰会，会谈也是对中美之间因制裁和贸易而加剧的紧张局势的回应。 尽管开普敦大学的罗伯特施莱尔教授警告说，尽管现有成员排除了基于共同利益的有效集体行动，但该组织希望将自己确立为一支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力量，而扩张将使情况变得更糟。预计会谈还会加剧西方的担忧，及该集团可能成为欧盟和美国的制衡力量。目前至少有两名成员候选人——伊朗和古巴——受到美国的经济处罚。随着重新开放赌注消退，中国航空公司成为表现最差的航空公司股票。 彭博社，随着企业难以从大流行中反弹，以及与美国的紧张局势持续，投资者对中国资产变得更加谨慎。中国三大航空公司已从2020年第四季度全球表现最好的航空股，变成今年迄今为止表现最差的股票。中国国内航空旅行在2021年出现反弹，但国际部分的复苏要慢得多。鉴于市场竞争激烈，投资者担心国际旅行的复苏轨迹以及客运收益率将如何维持。 中国指责美国在空中对抗前干涉训练演习。多伦多《新报》在一架中国战斗机飞进美国侦察机后，美国指责中国在菲律宾海岸进行不必要的侵略性演习。这一事件凸显了两国军事机构之间目前糟糕的关系。中国国防部援引美国的干涉和监视作为事件背后的原因。美国不承认中国对南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权主张。美国反对中国最近对该地区的军事化。由于担心间谍活动。 台湾可能会收紧对香港人的居留权。半岛电视台，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据报道，台湾陆委会正在考虑将香港人有资格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居留期限变化，将根据香港和澳门的快速变化和国家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可能会对至少三万六千名已获得或符合当前快速通道居留权框架的香港人和澳门人产生影响和永久居留权。 这些变化还将挑战台湾作为中国批评者和持不同政见者避风港的吸引力，去风险化可能损害全球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日经亚洲、IMF 首席经济学家 P. r e l i v i a Granches 警告说，全球经济面临分裂和增长放缓的风险，因为一些西方国家现在正试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在最近与日本举行的一次峰会上，随着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 七国集团同意实现关键供应链的多元化，并在不完全脱钩的情况下降低与中国的风险。埃隆·马斯克抵达中国后，在推特上保持沉默。彭博社，一龙，马斯克自抵达中国后就一直关闭推特，这是这位亿万富翁离开该平台时间最长的一次。马斯克今年每天都发推文，有时一天发好几条。他被认为会见了居住在该国的政府官员和商界人士，并表示他反对任何形式的与中国脱钩。 中国禁止包括 Twitter 和 Facebook 在内的社交媒体网站，尽管可以使用虚拟专用网络绕过这一点。虽然出于个人原因使用 VPN 在中国是非法的，但仍有许多人使用它们。虽然一些 Twitter 用户想知道为什么马斯克没有在中国设立 VPN，但他在中国期间一直很忙，包括会见在特斯拉上海工厂工作的员工。美中紧张局势预计将主导亚洲安全会议。路透社，亚洲最高安全会议。 即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预计将解决中美之间日益加剧的摩擦。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德鲁·汤普森周汤 e 森 Thompson） 表示，中国国防部长拒绝与美国国防部长举行双边会晤，但他补充说，双方仍可能进行接触。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朝鲜的武器计划以及中国与台湾的紧张局势造成的紧张局势也将提上议程。中海油在巴西的新海上油井开始生产。路透社，据报道。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NOC） 已开始从巴西海上的 Buios z 五井开始生产。该井是巴西东南沿海布基亚斯油田五期工程，是世界最大的日产六十万桶深水岩下油田。中海油将持有共享油藏百分之七点三四的股份，巴西国有石油公司持有百分之八十八点九九的股份。中海油以十九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生产分成协议中百分之五的股份。 中海油的目标是到二零二五年平均年产量增长百分之六，预计产量将达到每天二百万桶石油当量。全球投资者减少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压注。日经亚洲，由于 Covid 十九，19, 今年经济不景气，外国投资者转向了中国的国有企业。然而，随着来自中国的经济消息恶化，包括五月份工厂活动下降的报告，这一策略在最近几周失去了动力。华尔街面临中国二线生活。 路透社突破性观点：由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缓慢的复苏给扩张带来压力，美国主要投资银行不得不承认，他们不太可能在利润丰厚的中国市场获得二线以上的地位。预计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 （Jamie Dimon） 将在本周晚些时候的最近一次年度会议上透露该银行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兴趣。这些会议已获得大量超额认购。据说，由于有限合伙人对专注于中国的投资更加谨慎。 私募股权公司也正在改变他们的做法。去年，高盛在中国的收入仅为八千万美元，而当地行业的收入为五百六十亿美元。中国对全球廉价煤炭的收购将推动创纪录的进口。彭博社，中国因价格下跌而增加煤炭进口的决定可能会将进口推至历史最高水平。预计到二零二三年，中国的煤炭采购量将达到三点六亿至三点八亿吨，而二零一三年的采购量为三点二七亿吨。 这一发展来自继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提高能源价格后，欧盟经历了宽松的能源价格。虽然中国在夏季前增加了燃料库存，但额外的供应量只会加剧本已因工业消费低迷而苦苦挣扎的饱和市场。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三 w 点六 dobrief 点 com。